嘿嘿。没关系。爱哭。转身了是吧？好，反正应该又再度发生悲剧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电磁波的确是很强的。好哦，因为电磁波太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导致大家一直听到那个怪怪的声音。啊，因为我本来想要秀一下那个给大家看一下的，因为那个什么，之前那个作业啊，就是加起来是东二那个作业，大家知道吗？加起来是东二，就是如果我把一个东二一分之一减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答案算出来是那个东二，对不对？啊，之前就跟大家曾经讲过，对不对？数学要从数字开始学起。会用 Excel 吗？对，然后除，不见了，等于。开了根本没有数字啊！我们从数字开始学习啊！啊？开了没有数字？开了我怎样数字给你看啊？开了证明啊，完全没数字啊！证明会没有数字吗？来，我们来用数字证给大家看哦。A1 加一，然后除上了。除上了 A1。 好，如果 Excel 的话，你们会做这些事情吗？就是我左边那个1234是像素，第几项第几项第几项，然后右边呢是就是我刚的一负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负四分之一，像这样的一个数字。好啊，接下来这个小招数不知道大家会不会，就是这样一直拉，会哦。哦，拿个两三百项来玩一下好了啦。哇，太神奇了，拿个1000项好了，越来越神奇了哦。哇，好晕哦。好，1024好了啊。这个时候这个点两下大家知道吗？啊，点两下就是它会把下面全部填满了，然后按照你刚刚那个公式啊，所以像这个就是五分之一啊，啊再来就六分之一、七分之一、八分之一、九分之一、十分之一啊 ，OK 吗？这个 OK 哦 ，OK 完了之后，举例说要求它的总和，求它的总和就是这样啊，等于 SUN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 B 的全部的总和通上起来啊。哎，为什么移到这里来了？啊，没关系，我按错地方。OK，
所以这个答案呢、啊，就是 0.6。如果你上了1224项之后，答案是 0.692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举例来说，可以让它等于 long 二。OK， 因为它其实差不多快一样的，因为我只加1000多项，如果你加5000多项的时候，那个答案啊，应该就会到0.692347之类的。OK 吗？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还不太够的话，你就勇敢的给它拉下去，对不对？啊，拉下去之后，你可以拉到2000项、3000项、4000项、5000项，只是因为我之前没有键盘，不然我就直接按 End， 然后直接跳到最后一行去。这样的话应该就够大家玩了哈。有时候想，它可以到6万多行的样子，2010可以到6万多行。对啊，你就可以这样一直拉下去啊。好，拉下去之后呢，因为拉到2000多项之后，其实那个它的那个位数哈，还在小数点下，大概2位到3位之间的哈，就是小数点下4位了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拉到2000多项之后，你可以去看上面那个答案啊，你会发现那个答案就是小数点下前面几位是对的，但是越来越靠近了。哦，并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 ，OK 吗？然后再来呢，下一个呢是，你知道那个答案呢，要把第一项、第三项，第一项然后配两个第二项，配一个第二项，再配一个第四项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会不会自己搭？等于一除上了 a1， 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这一项呢，会等于一除上了，但是除是负的哈、哦，负一除上了这一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下一项呢是负一除上了这一项嘛 ，OK 啊，然后接下来应该是三个一组，对不对？三个一组，你这样拉下来，这样会不会对？这样会不会对？这样对吗？好像不对了哈，因为这个要变三分之一嘛。啊，所以接下来你这个地方呢，你要稍微把它改一下。要怎么改呢？哦，你一的时候要对应到的答案呢是一 ，OK。那你再来呢，你的第四项呢，哦，对应到的答案呢，什么叫对应到的答案呢？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一下。要对应到三，哦，然后再来跳两格之后，第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七项呢，你要对应到的答案是五 ，OK。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哈，因为第一项的话是一分之一，啊，再来的跳过来的第四项，你应该要用一除上三分之一，因为我们要就是一个正的两个负的，一个正的两个负的，一个正的两个负的嘛，所以你第一项对过来那要除以一，然后你的第四项对过来那个答案要除以三，因为你要除三分之一，这样除出来的答案才会是三。第七项对到的答案是五，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数列？147对到135这是什么数列？我身上已经没有东西了，还会逼。147的话，拼三个洞也是不错的。不是147那个147对到135这样的一个变换的过程呢，好，应该是这样子写的，是这是装笑哦，啊，147对到135啊，对，那个你要把一变成一啊，四对到三的话怎么做？一用你们最那个。1万减1，啊，除以3，然后乘以2，哦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复制，然后到这里把它贴上，哦，这样会不会就是三分之一？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五分之一？这样 OK 吗？刚刚那个我写那个公式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传说中的等差数列的公式啊，请问你怎么做到一个数列第一项是一啊，第四项是三，第七项是五，对不对？
啊，就是一那个像素减一啊，乘上它的公差哦，公差应该是三分之，因为你要把它变三分，除以三个，然后再打加两个，这样不 OK 啊？好像很复杂的感觉了哈、哦，不会了，你要自己想办法啊、哦。然后这个是第二项啊，第二项要对到谁？第二项要对到二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再来的第五项呢，应该对到谁？第五项的话应该是，本来做法应该是这个，然后搭配两个负的话，这个第五项应该对到六嘛，对不对？这样 OK 吗？然后第八项的话呢，应该要对到八，第八项，然后一个正的，两个负的，一个正的，两个负的，一个正的应该是对到十吧，二三，对不对？然后二三，二四六八十，对，八对到十，所以第二项、第五项、第二项，哇，这个拿到旁边去，因为这里没有键盘，这不方便。第二项跟第五项跟第八项 ，OK， 你分别要对到二六十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对？对，啊，这个答案呢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首项是二嘛，加上，然后这个是 A 二，先减掉二，对不对？然后除以三，再乘以四，哦，那这样你把它复制，再到这里贴上，哦，然后再到这里贴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它算出来的答案就是？一分之一、二分之一，然后再那个，等一下让你看一下那整个对出来的过程啊。反正其实不难，但是你需要自己，这些数学都是你们自己可以完成的，就是看你完不完成而已。对，就是你要高中曾经教过你等差数列，只是现在你需要把你等差数列的东西应用到这里来。好，第三项对应到谁？第三项对应到第三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要除三分之一，要除四分之一嘛。好。然后再来的第六项呢，你应该要除几？二四六应该除八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啊，然后第九项应该要除多少？应该要除十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基本上这一项的写法呢，其实也不难哦，就是一开始那一项要除以四，然后加上括号的 A 三，对不对？减三，然后除以三，然后每次乘以四，四，好，完成。好，啊，这是零点二五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这样子，你去往下拉的时候，好，其实你就会发现，好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这一项跟这一项对起来嘛，一个正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搭两个负的嘛。OK 吗？就是这一项跟这一项是对在一起的，它、啊、搭上两个负的，对不对？加的顺序不一样而已。所以因为我现在东西加的顺序不一样的，就是我要一个正搭两个负，啊，再来呢，第三项呢搬过来一个正的，啊，搭两个负的就是这两项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一个正的是 0.2， 再搭上两个负的是负 0.1 跟负 0.008333。OK 吗？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是你可以想办法完成的，好，所以基本上那个作业是要你们自己去了解这些过程。举例说，我现在硬把它往下拉，对不对？跟你说，数学要从数字开始学起嘛。真的，我给他一千多项之后，上起来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哇，拉太多了，这样够不够？再多拉一点好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已到2218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数列，哦，但这个数列呢，就是重新排列过，一个正的搭两个负的，一个正的搭两个负的 ，OK 吗？这时候我再上一次给你看。
目前没见到，所以只好这样搞啊。一，哦好，一。喂、okay, ，我没有唬烂你的哦，那个答案是多少？0.347081，约略是左边那个东西的多少？一半，因为我没有加到无限多项啊。如果这时候有那种机会可以让我加到无限多项的话，我会告诉你那两个答案呢，真的差一半。OK 吗？真的差一半啊，没唬烂你的，我上给你看，我上到同一个项次给你看啊。OK， 那你同一直往下拉下去，最后应该得到它的 limit 嘛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像我这样慢慢做，你就拉到最下面去，拉个60000多项，让你自己去相信这件事情，就是我真的是改变那个顺序。OK， 我也真的上给你看，上给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这答案真的不一样，不信你自己去上，不一样吧？有一样吗？对不对？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吧？啊，所以不是重点了啊。所以重点是，你这两个数列，基本上你会看到，真的，我真的上给你看，你会看到两个答案不一样。虽然你意识上会一直还是觉得这是同一个数列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数列上需要你们思考的地方就是要在这里。哦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思考它。所以有个作业，这个作业就是让你去问。问别人同样一件事情，但你要问他之前，你需要自己先把这东西搞懂，知道他到底在干嘛。我真的上面一看之后就知道他到底在干嘛。喂，两个真的是不一样的答案啊！那就跟你要去想办法说服另外那一个人说，刚刚我那个调顺序那个过程的确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OK， 但是他一定会猜答案是一样的啦，除非他曾经修过，不然他应该是会猜那个答案是 wrong 的，好吧？好，就是那个作业，好，我们稍微交代完了，用了20分钟的时间，好了。啊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上那个微分啊，不微分，积分啊，我们要继续来上积分怎么积，对不对？啊，积分怎么积呢？上次不是说用猜的吗？对不对 ？S 平方加一啊，这是2x， 啊乘上 dx， 这是不定积分的哈。积分怎么积呢？通常你看到有分母的啊，有分母的这情况呢，其实也不多了哈，不是说不多了，有分母的情况，举例来说，哪一个函数微分之后会微到分母去？用猜的嘛，对不对？哪一个函数能微到分母 ？long 嘛 ，OK？ 你知道说 long x 的微分，好，一微分之后会出现到分母去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。请问，如果这个东西又是 long 的微分的话，你要猜它答案，那个 x 要猜谁？要猜，因为分母就是 s 平方加一啊，所以你只能猜它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猜它的答案哦，是这个东西的微分。哦，啊，这个东西的微分呢，首先要先把它放到分母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自己再微一下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发现说，哎，这个答案。哎，刚刚好哦 ，s 平方加一分之二 x 乘 dx， 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从这里哦，你就猜看到分母，就可以去猜这个东西大概是 long 的微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啊 long 的微分来，我把前面的东西擦掉啊，所以以下这个答案呢、啊、就很简单就可以算出来啦，所以这个答案呢基本上会等于 long 的 s 平方加一，再加四，好，啊基本上有 long 的话呢。有long的话呢，这里本来应该要有绝对值啊，啊，只是你有没有绝对值，对我来讲没有差，因为我这里是一个恒正的一个数字，好，一加 s 平方，所以你有没有帮我换绝对值，对我来讲没有差 ，OK 吗？好，好，但是你会发现啊，如果这题目稍微改一改啊，那就变得很难做哎，举例来说，啊，如果只有一加 s 平方呢？dx 呢？啊，那时候就是哇，糟糕，这个东西太难了，对不对？没，这个东西就比较难算了，因为一加 s 平方，哇，啊，你要猜是 long 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又不能猜那个刚刚，好来，你看，如果你刚再去猜这个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会发现回出来的答案是这个啊，加一，
哦 ，r 分之二 x 乘 dx 啊，对不对？那难道那个猜的那个过程，基本上只能围出来答案跟它差常数倍，你才可以把常数除过去哦？万一除出来的答案是多一个二 x， 你把二 x 除过去有用吗？没有，因为你把二 x 除过去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你也想要再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，更糟糕，对不对？它的这个哦，你想要猜这个东西的微分的时候，你别忘记啊，这个微分的过程，你需要把分母平方再微上减微下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你那样微出来的答案，你会觉得比原来的答案啊更复杂很，更复杂许多，对不对？二 x 括号平方啊，然后再什么 ln s 平方加一，啊，微上面嘛，微上面就这样子，然后二 x 啊加上微。减掉为下面，对不对？那乘上二嘛。好，所以真的围出来的答案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围出来的答案呢、啊，也没有说，也没有说都不对啦。就是你围出来的答案就变成像这样啊，就是二 x 平方，它就变成四 s 平方分之二，然后 ln 的 s 平方加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子你这样子一直搞下去啊，等一下。这个答案还是不会对，因为我要的是围出来的答案只有 s 平方加一分之一嘛，所以基本上呢这样的猜测是猜不出答案来的 ，OK 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它就比较麻烦了。假设你有曾经有背过那个答案的时候，有背过的意思就是，假设你曾经围过这一个函数的时候，还记得 arctangent 吗？忘记了，哎 ，arctangent 的微分的围出来的答案刚好是这一个结果，有背吗？有背过这些东西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那种背的话，之后还是有办法的啦，哈、哦。所以之后只是告诉你说，之后会教你另外一个方法啦，就是，但是现在先不要特别讲一下哈、哦，就是你把 x 呢写成 tangent theta。OK 吗？哦，这个时候这是一个神奇的方法，哎，不能用绿色，忘记。哦，神奇的方法，因为说神奇的方法啦，我们现在只在猜的那个阶段嘛，哦，那个这个是要换的，就是你把 x 换成了 tangent theta， 好，那你就会发现呢，原式呢，刚刚上面那个原式，稍微提一下没关系哈，原式就会等于积分一，然后一加上 tangent 的。平方西塔，然后 dx 呢？哦，会等于什么？天井微分什么 ？second 还是 second 平方 ？second 平方哈、哦，来 second 平方西塔 d 西塔，这就是那时候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要你们把它写成 prime 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之一。你到了积分这个时候。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你通常写出来的都是这样的横式，尤其是你要换做变数变换的时候。但变数对你来讲，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事情，因为你认识了 dx 是什么了，你可以就把 dx 写成它，就把它换进去，对不对？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。突然间跑出程式来了，好，乘上呢？second 的平方 theta 乘上了 d theta， OK， 然后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你会发现这整个算出来的答案变成什么？一的积分，对，但是一是对什么积？对着 theta 积， OK， 因为这里一加 tangent 平方刚好是 second 平方，刚好上下都约掉，好，约掉之后那答案剩下一啊，所以这个答案积出来是什么？当然是 theta 啦，你对 theta 积分积出来当然就是 theta， 所以就是 theta 加 c 嘛。OK， 啊 ，theta 的话 ，theta 是什么？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 x 是 tangent theta， 对不对？所以 theta 呢，应该是 arctangent 的 x， 哦，所以答案就是这样来的。哦，假设啦，假设你不知道，我们还没有教你怎么换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你怎么换之前，假设你曾经背过，你会知道说 arctangent 的微分就是一加上 x 的平方分之一，你用那是用背起来的。但是如果你会换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答案其实用换的也可以换得出答案来，答案还是一样 ，tangent arctangent x， 对，啊，不过
老师通常考的时候会这样子害大家一下。怎么害大家一下呢？就是举例说像这样啊，4x 平方加上了 4x 啊，再加二分之一，就是刚刚原来写在下面的那一题。OK， 就是怎么说要害大家一下呢？因为一加 x 平方那个太 trivial 了，就是假设你现在已经对这个东西积分很熟悉的时候，微分很熟悉的时候，你发现哎，这刚刚的答案我已经早就都记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通常那个会把它稍微换一下下，所以换一下下的时候呢，你就看不出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怎样。那这个时候，你高中曾经学过一个东西叫做配方法，就很重要，而且在积分里面哦，在积分里面呢，通常你看到那个二四四的积分呢，大多数情况之下是你需要做配方法，除非你可以做因式分解，不然你就要配方法。OK， 配成完全平方，啊，配成完全平方之后，四 s 平方加四 s 加一 ，OK， 那基本上它的答案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这个，你配成完全平方之后，就是一加上二 x 加一的完全平方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假设你有刚刚上面那个印象的时候，哎，这题你该，这题话你答案该猜谁？OK， 你应该猜 arctangent 的 2x 加一嘛，对不对？你先猜 arctangent 2x 加一之后，你把它微分，哦，你会变成你加上一个 d 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一加上 2x 加一的完全平方，然后呢再写一个二在上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乘上 dx， 就是为围外面跟围里面，就是啊，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圈入哦。先围外面，外面的话就是 arctangent 变它分之一，然后乘上这里面微分成一个二出来。对，所以刚上面的积分积出来的答案应该是谁？因为你需要把这个二要除掉，你要把二除掉的话，你要需要把这东西乘上一个二分之一啊，它这个答案二分之一啊，好啊，所以这个答案就这样出来了。哦，这个答案就是二分之一的 arctangent。2x 加1，然后再加4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基本上呢，哦，你要用能够猜的猜到答案的呢，哦，其实不多，有没有说不多啦？就是基本上只能跟原来的函数啊，哦，假设这个东西你已经记得，只能跟原来的函数呢，基本上只差一个常数项，不是差一个圈入围出来的那个项，哦，什么叫差一个圈入围出来项？就像它，哦，就像它这个式子，就是。S 平方加一在分母，我知道它是 long 的微分，对不对？啊，上面多了它的圈入我出来，圈入我出来的那个项叫做 x。OK， 啊，或者是像刚刚这个一的 s 平方，好，哦，再乘上 x， 你知道说一的 s 平方，一的 s 围出来的时候，它会维持它自己的形式，它，啊，再多一个圈入我跑出来的东西。哦，像这种东西，你可以用猜的把答案猜出啊 ，OK 吧？好，哦，就可以把答案算好了。啊，剩下就是举例说，你知道一个东西的三次方积出来应该变四次方。对不对？啊，三次方变四次方之后，中间的常数怎么办？直接想办法把 scaling 弄掉就好了。好，比方说 cosine 这个东西，啊，你就变成那个再把 scaling 弄掉。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猜的答案。好，但是呢，接下来下一个呢，下一个要教你的另外一个东西呢，也是猜，但是不是那种猜，是这一种猜，哦，就是拆开的猜。OK， 拆开的猜，它到底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呢？猜，先把下面拉掉。好，先来个简单的好了。来个简单的，举例来说，哦，就是我要积一减 x 分之一。OK， 如果我要积一减 x 分之一，这个答案应该写什么 ？long 一减 x 吗？哦。很容易常猜错，猜错的地方就是忘了圈入哦，所以这应该还多一个负一。OK， 好，哦，那如果你用 long 一减 s 去做微分的时候，会变一减 s 分之负一，把负一除过来，这样就 OK 了嘛。所以一减 s 你可以很简单猜到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第二个啊，如果告诉你一加 x 呢，对不对？按这个答案呢会是什么？一减上 long 的
E 加 X 嘛 ，V 加 C 嘛，哦，这应该大家都可以猜得到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如果是这一个呢？好，那这一个是什么？哈，这一个就是啊，左边两个乘起来嘛，那大家会不会两个乘起来？最好是会乘起来啊，乘起来就有鬼了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也希望左边乘起来，右边又乘起来啊，对啊。但是通常事与愿违嘛，对不对？人生嘛，这就是人生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万一你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老师就跟你说啊，不要紧张啊。这个式子呢，你可以拆开成你们高中常干的这件事情啊，也就是我们之前也才演过的啦。请问你一乘二分之一加二乘三分之一加三乘四分之一，那时候你怎么猜？有猜过吗？一乘二分之一加二乘三分之一，我又忘记了啊！再来一次，一乘哇不见了，看到？一乘二分之一加二乘三分之一，之前那个求和那一个啊，你是把它拆开成一分之一减二分之一吗？有吧？之前刚猜过这个总和吧？对不对？所以假设你会猜呢？这题应该也是像这样吧，一减 s 分之一，然后一加 s 分之一，是这样吗？相加还相减？相减好了，相减吗？相加吧，这样吧，相减还是相加？啊，没关系，你就把它，假设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，你就把它通分嘛，通分之后这里出现一个一加 x， 啊这里出现一个一减 x 嘛，对不对？啊两个相加之后，加 s 减 s 约掉，约掉剩下二，那你要把那个二约掉 ，OK 吗？好啊，当然 ，in general 的方式呢是这样子的，当然老师是用一看就可以看出答案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做比较笨的方式好了，比较笨的方式就是这样，假设呢？一加 s 上面有个系数叫做 a， 一减 s 上面有个系数叫做 a， 一加 s 上面有个系数叫做 b， 对不对？然后你想要凑出一减 s 分之 a 啊，加一加 s 分之 b 啊，啊要等于那个什么一减 x， 一加 x 分之一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未定系数法啊，我就是不知道那两个系数是谁，不知道那两个系数是谁的时候，我就先假设一个是 a， 一个是 b。好啊，然后就把它左右两边同时乘上了 a， 然后这边会变成一加 x， 然后加上 b 一减 x， 啊，这个答案要等于一嘛，对不对 ？OK 吗？这样 OK 吧？哦，假设如果这刚刚我不知道老师那么太神的神奇的方法做出来的，我就假设它两个系数我不知道，啊，接下来 a 跟 b 怎么解 ？a 跟 b， 反正要么拆开来直接比系数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令 s 等于一，你会解出谁？会看到2 a 等于一嘛？令 x 等于负一，你会看到2 b 等于一嘛？对不对？所以 a 跟 b 各自的答案都是二分之一，好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答案呢、啊、找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这个答案呢会等于二分之一的一减 x 分之一。加一加 x 分之一的 dx， 对不对？好啊，假设你会这个积分之后，你会把它拆开成这样两项之后呢，基本上前面那一项的答案呢是这一个，自己就要加绝对值的哈。好，然后加 long 的一加 x， 好，然后。加 c， 完毕。OK， 就是刚刚上面那个一减 s 一加 s 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 long的一个积分呐、啊，所以基本上它就变成它就变成它，然后整个就做出来了，就像这样。拆开的技巧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拆更复杂一点的？就是举例来说，像下面那一个，刚那个拆开技巧还可以吗？就是我这个叫部分分式法，如果你在课本里面找到的话，应该它叫部分分式法，应该在后面那一章，不在第五章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它就是积分的其中的方法之一。啊，这个方法呢，大多数都是用在
好，适用的时机大多是用在分母，好，可以因式分解的这种情况，好，分母可以因式分解，然后它是一个分式的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会很容易用到刚刚这个积分方式，就是我把它拆开成好几项的总和，那每一项是一个好积的一个函数，好，来，那这个东西会不会算？下面那一个。那、啊、下面的怎么办？一减 s 平方啊，上面是 s 加二怎么办？好、哦，这就没有像刚刚那么好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拆开成一减 x， 好、哦，然后一加上 x 分之 x 加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把它写成像这样，分之什么，然后加上一加 x 分之什么，然后 dx， 对不对？OK， 啊，当然你要很努力的再做一次嘛 ，OK， 就是很努力的再把什么负一、任意带进去，然后两个式子相加、相减之类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如果老师都这样教的话，就太无趣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告诉你怎么把答案直接算出来，这个答案呢叫做二分之三，这个答案呢叫做二分之一，啊，你看这答案对不对？又很神奇的把这两个答案写出来啦，怎么出来的？我蛮知，对不对？告诉你一个那个怪怪的方式哈，这个怪怪的方式是这样子的，上面这个数字是多少 ？OK 吗？这个数字是多少？你要把它算出来的时候呢，请你把一减 s 啊把它遮掉，把上面这个式子一减 s 遮掉，然后你把一带进去就是答案了，啊？Q 啊，留回去，留着回去给你们自己去想啊。这个答上面这个数字的答案，好、哦，你把上面那个过程，很多东西你们可以从上面的过程一步一步慢慢的做。那你做了第一次，做了第二次，做了第三次，做第四次，做第五次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跟我刚刚感觉到的事情是一样的事情，就是我要算这个数字的上面这一个。那很多人就问你说，习题如果重复做很多次，为什么习题需要重复做很多次？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是，那是在让你从这些习题当中归纳出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答案。我，你可以学刚刚很简单的一个非常 trivial 的事情，叫做上面那件事情。OK， 好，你可以学上面这慢慢可以慢慢去学上面这件事情，你会发现啊，这答案不是按那马子走出来的，好吧？假设一直学到这里 ，OK， 那你并没有办法让你自己进化。好，进化的话，基本上还要那个经验值要够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啦，不是重点。好，重点呢是这样子哈，就如果你把这边改成 A， 好，这边改成 B，OK，你把这边改成 A， 这边改成 B 之后呢，基本上如果你跟刚刚上面的想法一样的时候，你会看到 A 乘上一减 S 加 B 乘上一减 A 乘上一加 S 啊 B 乘上一减 X， 对不对？会等于上面的 X 加二 ，OK 吗？啊，你在这整个过程重复实验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发现。我刚刚怎么解 A 的？我也是要带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带一的时候这边会不见嘛，就跟 B 的那一项会不见，所以我只问 A 是谁嘛。啊 ，A 是谁的时候呢 ？A 这个数字 X 带一，对不对？然后应该存在这里，啊，等于右边 S 加二嘛 ，OK 吗？所以基本上呢，如果你看得懂刚刚整个过程怎么出来，你回去可以再把它想清楚。我看为什么可以这么 trivial 把这个答案写出来呢？因为那个答案其实就是像这样。把这些东西折起来，把一带进去，好，就是上面这个数字。右边这个东西怎么找的？把这个东西折起来，把负一带进去，就是这个答案。啊，不信你可以自己化解一下，看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这个答案，你把这个答案按照这个方式化解，会不会化解出那个 x 加二？应该会了哈。不然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玩一下就知道了。好啦，所以呢？因此呢，答案呢就是二分之三 ，long 的一减 x， 好，但是这有个负号，然后加上二分之一 long 的一加 x， 好，然后再加 c， 好，结束。OK， 当然我们还可以出更复杂的啦，举例来说，举例来说，你可以加积分什么？x 加1啊 ，x 加2啊 ，s 减的好了 ，t
简单点，我们比较好带一点。S 减一啊 ，S 减二啊，好，再来一个 X 好了啦。啊，分之 S 平方加三 X 减六，像这样子 ，dx。好，那这个东西的积分会不会很难算？应该是不会，因为基本上它要拆开成 x 分之什么，加上 x 减一分之什么，加上 x 减二分之什么，然后乘上了 dx。OK， 好，啊，这个上面的三个什么 ，OK，x 上面的答案多少，心算就可以了。答案多少？如果你刚才已经猜到老师要怎么做的话。这个答案就是一样啊，你把左边的 S， 你把右边的 S 折起来，把0带进去，就是那个答案了。OK， 然后呢，一上面的答案多少？一减二，然后一，然后一加三减六。二上面的答案多少呢？二减一，二，四加六减六，完毕。好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三个。所以考部分分式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它很复杂，部分分式基本上很好算，就像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把答案弄出来了。哦，所以今天有上跟没上你就知道，到时候考部分分式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段影片就不要播上了，不是？然后你就会发现后面就一堆人在那边算了老半天，算的要死要活的。OK， 算完之后发现啊，不行，那什么喝啊？哈，哦，就这样。OK， 所以基本上答案就是这样子啊。接下来积分就自己来了啦，哈。OK， 啊，但是因为接下来就是三个常数啊，那个是 long s， long s 减一跟 long s 减二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其实上它不难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比较麻烦的是像下面这一个，好，哦，比较麻烦的是像这一种的，就是分母啊，不是只有一次的，分母有两次以上的。OK， 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你的部分分式啊会非常复杂。好，哦，部分分式也没有说非常复杂啦，就是。也就是，其实那就是问你以前高中也曾经做过一件事情，或是你刚刚不久前才学过一个东西，叫做泰勒展开式。你这跟泰勒展开式有啥关系呢？这跟泰勒展开式的关系是这样子的：下面既然是 x 减一的平方嘛，对不对 ？OK 吗？如果像这种平方这种式子的时候，它需要泰勒展开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上面这个式子写成它的泰勒展开式之后啊，它 x 减二的泰勒展开式应该长这样，但是在一那个点展开哦 ，OK， 好，在一那个点展开，在一那个点展开，泰勒展开式会长得像上面这个式子，或是假设你不知道的话，就是把上面这个式子拿去除 x 减一啊，除出来那个式子是什么？好，就是等一下再来解释一下好了哈，反正就是你把它拆开成上面有。这是被除式除以除式，哦，还是要把它稍微改复杂一点啊。稍微改复杂一点的话，这里就是三 x 加二，那这边就会三，然后的话就要加减三，要加五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就要复杂一点啊。OK， 三 x 加二呢，基本上要展开成三倍的 s 减一再加五，哦，就是从 s 减一去做展开，在 s 减一在一那个点做上面的泰勒展开式。好，那展开了之后呢，你自然就会发现这个答案会变成像这样，前面有除掉一个 s 减一。OK， 啊，除掉一个 s 减一的话，基本上答案会变成像这样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会变成 s 减一呢的平方上面多一个五，啊 ，dx。好，因此呢，在这里呢，你就会看到说，这个答案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算，因为第一项呢的积分就是三倍的 long s 减一。啊，你也讲第二项老师告我讲，第二项老师有教吗？平方在下那一套，老师有教过吗？有啦，那个是这个啦，就是 x 减一的负一次方，然后再负一，这样子嘛。因为剩下那一项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多项式的积分 ，OK？ 啊，多项式的积分的时候，它是负几次方？它是负二次方。只有哪一个次方不能积？负一次方不能积而已 ，OK 吗？因为负一次方刚好积出来变 long， 剩下负二次方、负三次方、负四次方。这个是正一次方、正二次方、正三次方、正四次方，那个答案积出来都是多项式，所以基本上这个答案积出来也是个多项式，负一啊 s 减一的负一次方，然后因为这个负一是因为刚微分的时候的一个 scaling， 好 ，OK 吗？就这样，就做完了。
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不难啦。好，那举例来说，像下面这个式子啊，好，那个有点虚的感觉，重新再写一次。现在这个投影机的问题哦，老师上次问过了，他说那个当然不能叫他们只有坏一点点的时候就来换，好吧？好，所以基本上那个意思就是要老师自己那个稍微改一下方式，用粗一点的皮鞋，然后尽量不要用黑色的，尽量不要用蓝色跟绿色的这样，啊，就是假设你们如果要在这边玩棒球啊，就要不小心丢到那个位置，啊、不是，好啦，反正就是学校暂时还不换那个投影机就对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式子怎么办？那、啊、就一样的方式啊。你可以把它开个展开式写出来吗？这个对不对？啊，你一样可以把它开个展开式写出来啦，写出来答案大概像这样子吧，就是。所以就变以前刚刚的泰勒展开式，你要记得哦 ，OK， 多项式的泰勒展开式。所以最后这一项呢是 F 在1的答案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项呢是 F 的一次微分1嘛，啊，再来下一项是 F 的二次微分1，再除以2，除以2阶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泰勒展开式还记得吗？我们刚之前刚刚教完哦，所以基本上 F 1的答案是5 ，F plus 1的话 ，F plus 的话会变成的。2fs 加一啊，再带一的话就是3，啊，这一项应该一定都是一，因为第一项你只需要看首项系数对起来就知道答案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基本上它的答案是135。好，135的时候你把它积，把它写下来除掉之后，就变成像这样的答案。啊，剩下就是自己来。OK 吗？好，啊，这个刚刚他已经玩过了，这就是部分分式了。OK， 好，啊，剩下的答案就真的你自己来了。好，就反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也3点了。好，啊，但只是有时候比较复杂的问题哦，就是分母不是一次式啊。那分母不是一次式的时候，那个情况呢就会变得更复杂，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式子啊，就像说这边写 h 平方加 x 加3。啊，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拆开成 x 加 b， 然后再加上 x 减一分之 c， OK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需要怎么解 a、b、c 呢 ？c 的答案呢、啊、是很好解的啊、哦、，c 的答案因为就是跟刚一样，这个答案是一的平方再加一，然后的一平方加一再加上，因为你要求 x 减一上面的数字的时候，一样是把 x 减一给遮掉。OK 吗？啊，遮掉之后你就自然就会看出上面那个答案是什么了。OK， 但是你要求平方式上面，你怎么？当然你可以用 i 啦，但是我想你应该不会想用 i 这个鬼数字带进去。好，所以因此呢，好，因此呢 ，a 跟 b 的话怎么办呢 ？a 跟 b 的答案呢，就只好慢慢来，对不对 ？a 跟 b 的答案就只好就是像这样 ，s 平方加 s 加3，它会等于。哎，就是最原始的方式啊 ，s 加 b 乘上了 fx 减一，加上 c 的 s 平方再加一，好啊，但是这因为你已经把 c 解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要解 a b 的话，你随便带两个数字，但是千万不要带一，因为带一的时候不会有 a 跟 b，OK，、okay? 好，你只要不要带一，带两个数字去把 a b 解出来就可以了。举例说，你可以带零，因为 b 的答案你可以带零，透过带零的时候把答案算出来 ，OK， 但那个答案必须跟 c 有关。对，所以你先解完 C 之后带零就可以解出 B， 啊 B 解出来随便带一个2就可以解出 A， 就这样。OK 吧，好，到这边，因为3点了，因为下午还有上课，好，下课。